Hello， 这啥？生日会倒数排纸可言上课的，嗨，浩颖、韩琪 ，Hello， 林彻璇、阿雄 ，Hello。谢谢韩琪送的分享语。完蛋了，今天又是一个可怜孤单台。啊，大家这时间上上班，但是我现在这时间很闲。谢谢冰雪送的精灵的翅膀。彩虹棉花糖，你用你再来，好哇、啊，很棒。你今天没有上班啊、哦？你今天不用上班哦？为什么那么好？今天没休假，真好。好，但是你要陪我化妆了。下周只上两天。法庭没有问题，林俊俊，喂，完了，我黑眼圈超重了，还是我等一下随便画，就是随便画，然后等一下去那就随便，反正我想说那个不两天是二寒日，休二寒日是吗？等一下去应该也是滤镜很重。我每次化完妆，人家都讲说你有化吗？化了一个很淡的妆，那我就不喜欢妆感很重，我觉得不喜欢那个落差。完了，今天补肩档的人就会看到我就一整集这边化妆，有额头哎、欸，因为我要来化妆了，嗨，有信息喽。接下来下一步走，让我们上个妆前乳，太多了，没关系。Hello， 大家，谢谢游戏西楼送缘分相遇。我们今天就是一个很惬意的概念。我刚刚都在那个做作业，我有一种时间好像永远都不够用的感觉。然后觉得时间好快，就我平常化妆不太化额头，因为我觉得反正有刘海遮着，应该看不太到，就觉得没差。母安卡丘 Rain， 你今天也在做作业？做什么作业？你为什么会有作业？Hello， 七月金米粥这么早开播？对啊，因为我等一下要去生日会。你在准备生日会东西？谢谢金米粥送的香槟，耶！谢谢金米粥。Hello， 大家，笑笑，按下卡拉卡。什么生日会东西 ？Cody，Hello， 你之后就会知道什么作业了。哦，行，你说。什么圣诞册之类的东西吗？我的直觉准吗？还是不准？这样有点可爱，你说这样吗？我谁啊？什么我谁啊？我明明就长得差不多，没有刘海很幼稚，你不知道？都有，我刘海有点长哎、欸，等一下顺便剪一下，反正不是猜对就是猜错。随意画了，我才16岁吧？对呀、啊，你要说都对啊！你知道我那天晚上呢1点多，然后就把它做完了，但我觉得还可以，其实我觉得没有做得很好，随便。刚说我不是声音，对，点进有点落差，不要这样好不好？你应该是点进来之后发现，这个人看起来很年轻，毕业舞就是靠我了，我努力。生日会见。生日会见没有问题，要来看今天的抽选哦。今天是 B 场三人决定 A、B 场命运的一天。
你要好像搞不懂你的生日会啥情况，好像会回信吗？你的生日会怎么了？哦，我好像有看到，哎、欸，没有在那个。Discord 留言，但我也不知道是这样。你可能要问其他有购买的人跟你说明一下。另一种话都要一小时，肚子好猖狂。没办法，我刚吃饱。哎、欸，我最近发现我吃饭吃太快，然后晚上刷牙的时候我会反胃，整个大反的那种。我决定我要把我的吃饭速度调慢一点，但是我最近呢吃好快哦，这怎么办？胃食道逆流，我可能一直都有一点。胃不是很好，我的肩膀好酸哦。你知道我终于知道那种工程师为什么腰酸背痛，因为我刚刚就是坐了2个小时，然后我发现我的腰超痛的，超痛，有种我觉得我的腰没救的那种感觉，很刺痛耶。用吞的，因为我很饿。喂，我不知道遮不遮得起来，我每次都没有遮起来，我的那个这叫做什么？眼袋，我昨天3点才睡，那今天应该也是蛮严重的。先把它弄深，然后我们再用浅色把它盖起来。虽然我觉得是没有什么用啦，那个眼袋干嘛？假装没看到好不好？我知道它很严重。接下来送后面，那是我想的是眼袋。喜悦 ，Hello， 夜空的先生，水晶世界超先生，小号角。完了，我今天皮肤超干的。没救了。这不会才一下子，不是，我现在真的，我化的妆就是我等一下要去的妆，我就是现在化一化，然后呢，我等一下就可以直接去了。她一个18岁美少女，没关系。她说我是看像她同学，她说我像她同届的，我不能输啊，看起来比她更年轻。希望她读书读得很用力，然后她的眼袋就会比我深，不然我看起来可能会真的比她老。官方直播，太久。哦，你说一下下雨？对啊，其实，好吧，那其实就随便了，就这样吧。我好坏啊！什么？我没讲什么，我只想要看起来比较年轻嘛。毕竟我这是实际年龄比较老，你知道吗？你想画什么？我都20了，对啊，我都是20岁的女人，真惨。哎，时间好快，好可怕哦。你知道我当进来刚出进来的时候才16哎、欸，当时还是16岁的小嫩妹，现在已经20岁了，对，现在已经20岁了，就是从各种签名，然后都要拿回家给爸妈签下来，就啊自己签了，怎么会这样呢？马上就30了，跟你讲，我知道，没关系。现在成员怎么办？我们冻龄啊！
反正年龄就只会一直往上嘛，那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。我们就也没有要干嘛，我们就是面对现实。没看到那时期的我哦，不用看啦，那个时期的我真的是没救了。用飞面往上看之后，真的照起来，别看了吧。冻龄茶，冻龄的我，我有看见冻龄吗？我去拿一下那个，那睫毛膏。Hello， 喜多。我刚脸是缩小一下，没关系。嗨，草莓酱。哦，睫毛有出来吗？没有，看起来是没有。我很漂亮吗？谢谢你，我知道我很漂亮。干嘛？我不能说实话吗？谢谢阿牛这种掌声鼓励。现在还有没瘦那边是没救的。哎、欸，这边有个人跟你一样哎、欸。现在没瘦编号，你会写信去那个啊？你给他说什么？没救了，现在没瘦那边就没救了，真假？没关系，后排温暖，我会下去发糖果的，没事啊，没事啦，就最后一排而已，对不对？你还是可以参加活动啊。后排有温暖，后排。啊，如果放在抽选，还有抽选编号是正常的吗？这正常吗？我不知道哎、欸，还是你有收到蛋糕回复？结果你没有发到我们。不会吧，虽然也很喜欢董子萱依萍蔡安宇后排跟姐聊天，姐不会理你们吧。不知道在画了什么东西，好像画了一个寂寞一样。就这样吧，我就这样去吧，好懒哦。有时候会，之前很多姐姐是很讲生日快乐，会真的、哦。我要剪刘海，刘海很长，现在就不见了，因为我刚刚折啊。可以夹着夹子去吗？你说我吗？当然是不行啊，你可能要被我编掉。哎，我的头拜拜，谢谢，等一下哦。
我要剪刘海。我露额头是皮皮的名字，自己讲。这当初是怎么剪的、啊？我刚才剪完刘海是我之前的造型，没有，我是想说要把它剪一下，但是有点长，没有剪。好，等我一下。你说假刘海不是，我只是化妆的时候把它往上拨了。继续忙了，加油，上班加油。嗯嗯，这个剪刀真的不适合剪刘海，它整个往回喷喷到我的脸上的头发，怎么办？虽然好看，什么都不缺。我现在在想要不要买15 Pro 哎、欸，我因为我看郑宇买，郑宇买15 Pro， 害我有点心动，你知道吗？买了吗？现在又有钱买，我没钱啊，还有钱啊。等一下哦，我觉得我应该是拿小剪刀，等我一下。Wait a minute。我现在刘海真的是宅男哎、欸。游戏红包更没有红包在那边。十一该淘汰了，那什么客家玫瑰？等一下，我的刘海，我刘海现在比红包什么都还要重要，抱歉了。因为它是11 Pro， 什么11 Pro？ 好像还有点长，要不要直接那个 Mina 机王？我没有用11 Pro 11直播啊，我用 iPad 在直播，好不好？我已经用 iPad 直播好久好久了，我从来没有用手机直播。因为手机会影响到我自己平常使用的机器的效能。我脸上都是头发。还是要滑手机。好。那么确实，
自己怎么过敏的。还有阿伯，你也是用 iPad 看直播 ，iPad 很好用啊。iPad 就是变大的手机，我自己是这样认为的啦。但定义上面是什么，其实我不太清楚。这里感觉要顺着下来，不是这笑点在哪里？笑点在哪里啦？今天怎么那么漂亮？因为我刚刚化妆。但我现在在剪我的刘海，我现在在一个很尴尬的长度，要长不长，要短不短。我天哪，这不要再卡在我眼睛了。我不应该刚刚先假睫毛，因为假睫毛后那些头发就会全部卡在我的睫毛上面。现在只有十分钟，你要看我剪刘海了。我刚刚突然想问今天为什么要上课，但我想想今天是平日，没错，今天是上班上课日。我刚才擦，我都把我的那个遮瑕又把它擦掉了，你有看到吗？黑了一块。还是直接。眼睛里面有头发，我还是觉得头发在里面。我跟你说，我现在是一个化完妆，但是我很懒得出门的状态，还是我就不要去了，有点懒。最喜欢深写造型，深写吗？刘海，刘海蛮好的吧，很齐耶。你不是就没有打开的动力？好，我去，我去，这可以就没有啦，没有啊。原本就是昨天因为没有人要去，所以我说哦好，那我改直播我去。结果后来发现人够了，然后我就说啊，那我说我已经改直播了、欸。他说哦，但你就只能看娜娜了，你还有果果可以看啊，怎么会只有娜娜呢？因为五个都到了，去什么？
去那个、啊、抽座位。你现在在上课，你觉得像成年自己吗？一点点，头好痛，什么头好痛？为什么头好痛就回家？你也是，我都刻意不提了。你有果果吗？你很失礼好不好？是你很失礼，不是我很失礼。算你好为止，努力一下，不太确定。你不是我，怎么你不是我？你本来就不是我、啊。马克本的背后躲，遮住老师偷偷说说，无奈你却怨得我。小喵走，难以忍受。One, two, three。你在 for 什么 for？ 没有 for 好不好？七耶，笑爆！最近还不知道年末运势有点变小声。这有谁在直播吗？啊，没人，对啊，那不会有连播的问题啊。首先是我什么时候上 Apple Music？ 不会上吧？不会上吗？你要上课，拜拜。你昨天。知道了一个活动，现在那个活动有我。你说某个大型活动吗？我不知道那个活动，还是你是说哪一个活动呢？你说很盛大的那个吗？那必须啊。你的老师请假变自习了，真的、哦？自习？什么桃园万圣节吗？那是什么东西？大胃王挑战赛吗？对呀、啊，对呀、啊。启宗你怎么知道？如果我看很多人都知道，为什么？那已经公告了吗？我其实没有很了解那场活动。会有哪些人物？那天老师教我卷的，但是我有点忘记要怎么卷。你会掐自己算，不小心算到指头而已。掐指一算，在我之前你都不知道，你都不知道，在你知道之前你都不知道。是这样吗？这样可以做波浪吗？我不觉得这样有波浪哎、欸。还有波浪吗？它看起来没有波浪，完蛋了，我真的不会。他说先弯，弯一个，然后呢？再往外，再往内，再往外。有吗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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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没有，它只有奇怪的皱褶而已。
算了吧，我算了吧，要慢一点。好，我们已经往外了，再一次往外。往外了，往内。好，我们往内，再往外，我们再往内。完蛋了，这是什么东西？这是什么？我知道那个绕圈圈呢。我就是手有点不巧，你知道吗？完蛋了！我不会。我那一个老师是这样卷的啊，但他好像没有做出那个效果来。没关系，我们还是走直法就好了。谢喽。真的是不太擅长这些东西。我要画什么？画卧蚕。我的黑眼圈还在，我有打算折它吗？没有，没有打算要折。直发最简单了，没错。跨年我有事吗？你觉得会有什么事呢？觉得呢 ？How do you think？ 好，我决定了，我们就是绑马尾去。台北跨年没有我们的份吧？我没事，你就懒得跨年了。我有事啊，也不排除没有商演的可能。我真的比不好，我真的不会，怎么会这样？阿里山，那很多人不是会去看日出吗？但那种活动可能就不属于我，没有那个早起的兴致。我不管，我等一下穿什么去啊？还是我就穿上去？你们觉得呢？日出还在那边？对啊，那边等很久。先感觉可以长一点，那像两边有一样长吗？我不觉得他们有一样长，
我越画越长了。行，就这样吧，就这样。上次生日蛋糕还是生日蛋糕，生日蛋糕。扑克牌的背后躲，遮住老师偷偷搜索。无奈你却远的我，他溜走，也难以忍受。One two three。安安真的会穿啥？我们走 JK 风啊！我们走 JK 风，欢迎大家穿学生时代的衣服来，没有问题的。拿到明信片吗？当然是没有啊！慢慢转就变马尾嘛。对啊，因为我不会卷，我会卷这个，我会卷这个。穿不下吧？穿得下吧？你现在是学不出哪一套？什么东西？制服？我会卷这里，我会卷这里。好像没有会，抱歉，没有会。我以为我会，啊，我会，我会。我没有会，我没有会。我没有会，我不会卷。行啊，就这样啊。但你们制服很丑。制服吗？好，我不会卷。怎么会这样啊？我从来不觉得我是不会卷的人，你知道吗？嗯，你知道我跟林世强借了？林世强会借你吗？林世强是建中的，会那天来全部都建中啊，然后大家就是哎、欸、学长学长的。好，放弃，我们就是。顺其自然啊，就这样啊。制服去年另一场穿过了，我不管啊。我们就是要穿制服啊。难以忍受。去被王汉真的不用勉强，对，我已经不勉强他，他就这样吧。制服应该穿不下，其实随便穿都可以，真的，真的制服没有啊，穿真的制服啊，怎么可能？我们没可能。我呢，我的服装呢非常的简单，因为我就只有一套学生服而已。你们知道是哪一套吗？你们一定知道是哪一套，因为它出现在我的很多种地方过。就那套吧，对啊，就那套，我也没有别的衣服了。深写真的吗？原来是那套啊，就那套啊，你们知道的。顾川月，蓝月中学，蓝月中学那不是我的啊，因为蓝月中学那也不是那学生制服吧，他那是 net 的 ，net 的衣服。我这样出去会被搭讪，没有啦，开玩笑，根本没有人要搭讪我。我当警察那一套呢？
你头被收回啦，要去中山站了、哦。哎呦，中山站没有人要搭讪我，没有人要搭讪我。要五万里，对啊，他们都搭讪五万里，可能五万里看起来比较好，好搭讪吧？为什么都没有人要搭讪我啊？那有被搭讪过吗？有啊，我有在北车被搭讪过。我那看你蛮会化妆的，你在从事什么表演吗？什么？哎、啊，你要去哪里？哦、oh, ，我是那个什么什么大学的那个什么那种。想说下次路上看去搭讪。去搭讪我，你应该比较容易成功。对啊，不够花枝招展，还有这样子是吴婉玲，哈，然后头发那个很飘飘。我每次在那个戏睡去吧，至少被搭讪过，可以下次不要勉强了。真好笑，是吗？我的平板，我现在换新的平板壳，然后呢？它的侧边没有包覆哎、欸，这样子很容易受伤哎、欸，像我刚刚那样子，会吗？有跟安安搭讪成功秘诀吗？你还是不要来搭讪我好了，我是这么觉得，我怕我，我还是觉得搭讪大家不要来搭讪我好了，除非我看到你是谁，我主动去跟你说嗨，不然你们不要来搭讪我。这边有包覆还叫壳吗？它就是长了一个很，我给你们看，它长，就是你看它的侧边，这边完全没有包覆着的，而且它的壳是硬的。然后我也不知道我为什么要买这壳，问题是你认得出我认得出来吧？我想麻烦出一下证件哦，还是被搭讪失败的秘诀？一些父母有笔钞，不然也不见。怎么会搭讪我？还是不要搭讪我？抱歉，我就是有点麻烦。因为我之前就是蛮有笔槽的壳，然后呢，我想了想，那个笔槽壳很容易积灰尘，然后我就不想要有笔槽壳。但我现在买完之后，我就觉得我现在有笔槽壳会比较好。我就是有点麻烦，抱歉。我每次说认得我，就还是认出来。我有啊，我认得你啊，我怎么没有认？我完了，他没有定住，我以为还有定住。都认得你，还不认得你？我没有不认得你，好像遇到陌生男人都会拒绝吗？当然啊，没有啊，就是那种突然要 IG 啊，要 IG 我就给他那个、啊、官方啊。我就给他哦，追踪欢迎追踪，看谁会搭讪男生。被搭讪当下，你看三秒后会觉得麻烦，想结束。对啊，对啊，对啊，你懂这种感觉吗？就是很想要被搭讪，但被搭讪之后又觉得说，哎，不要来烦我。就是你知道吗？就是那种希望，就是有人搭讪我，代表说我是一个有行情的女人。但是事实上被搭讪后，希望他不要来搭讪我。这种感觉，你懂吗？像吴婉玲，我常就看到就说，可不可以不要再遇到搭讪了？然后我就觉得，哦，他在炫耀。
在韩国被搭讪过，真的假的？韩国人吗？韩国人会怎么搭讪呢、啊？搭讪了，算了，你看，可以跟你交换联络方式吗？用韩文吗？好酷哦！但是那些阿弟不打你，你就不要吧。对啊，为什么都没有帅哥来搭讪我啊？为什么没有？我也希望有美女可以来搭讪我。妹妹，我觉得你很漂亮，你有 IG 可以追踪吗？总。帅哥搭讪联络方式给出去吗？你这是一个好问题，因为我没有被帅哥搭讪过，所以其实我也不知道我会怎么处理。可是我跟你讲，如果今天是帅哥来搭讪我的话，我会觉得他要图谋不轨。直销发明，你那美女，像阿姨不是美女，要你。然后我女朋友就没关系，拜拜。我去网络征求帅哥，忽悠他去搭讪我，听起来蛮可怕的。什么意思？什么意思？我两边的头发不一样哎。其实那些搭讪安安的人也是帅哥吧？问早餐店阿姨就知道了。嗯，确实，问早餐店，嗯，确实是帅哥呢。定妆喷雾。早餐店阿姨都只叫陆轩轩怎么办？早餐店阿姨都叫妹妹？问号里吗？就真的不懂，看女生就以为都你讨厌他们。啊？看来我们用同一款定妆喷雾，我不知道这好不好用哎、欸。其实我就是那时候同学他要买粉底液，然后我就想啊，那我跟你一起凑啊这样子，然后我就对就买了。想想我应该在免税店买比较便宜。没关系，我同学他急着要买，那我就行啊，陪你。南瓜浓汤 ，Hello， 蛮好用的。其实我不知道有没有用的定妆喷雾，因为我老实说，我还没有那个真的觉得好像它自己会形成一个膜的那种感觉，那个黏黏的感觉哦，其实没有很喜欢。Hello。哎、欸，你知道他跟我说，他说哦，你要保湿还是控油的？然后我就说，嗯，他说你脸容易出油，我说嗯还好。他说那我拿给你保湿，然后就拿出来是什么无极限持久的定妆喷雾，然后嗯，啊这不是控油的吗？这人一脸同学样，你说南瓜浓汤吗？南瓜浓汤不是同学吧？
他是最近刚追踪我的人哎、欸。你说南瓜浓汤吗？你想多了，他是真的粉丝吧？是吧？是吗？是吗？头像也不是我，还是他真的是我同学？想一下，我不觉得，我不觉得他是同学，他是真的粉丝。你看，你看，他是真的粉丝。人家是女生吧？你是女生吗？感觉是女生啊，就发现是男生。这个讲话方式感觉就是女生的，女生的，就是女生的感觉。你还是同学啦，讨厌！真的假的？真假？同样是彩媛，女彩媛，那你是矮子万的粉丝吗？柔里 ，Julie。所以现在又要有人要去办，喜多没事。难得有女粉，什么难得有女粉？我这里女粉一直都很多，好不好？什么叫难得？放尊重点哦。怎样？你们都被约过是不是？你也是女生？哎呀，你是爱之万粉丝哦。安女番又加音，真的吗？好开心哦。好想知道怎么会来看我们，太好奇了。确实都是知名女粉，你是有在底咖发文啊？我来看一下是哪一篇，我怎么记得好像有看到这个名称之类的？没有，哦，没有，没有。但你是不是有发？你应该有发吧？你应该有发，然后呢，你有发在 IG 上面，然后就是因为我记得文章内容是一样的，你底下是匿名发的，我看看，我看看，看一下，嗯，哦哦，你发了两篇对不对？你两篇都有发。抱歉，对不起，如果你不想知道，那主播就这样，我很抱歉。我很喜欢你写的，谢谢。可以了，我很抱歉。啊，很受到其他团员女粉群可能壮大了吗？我吓到人家了，完了！我要叫你什么？南瓜。南瓜要吓跑了 ！Oh my god， 这个人也太可怕了吧！不行，我要换下一个人这样子。完了，逃跑了，吓疯，好好笑，呱呱，还在？你几岁啊？紧张了一下。南瓜粥，南瓜，是南瓜做什么的吗？我是一个热爱南瓜浓汤的人，甚至开始问你机会怎么会如此？没有啊，就是了解一下嘛。你来就问人家年龄，没礼貌。不是啊，不要亏。哎、欸，你们干嘛？要22哦，那我们没有差很多哎、欸。22风华正茂完美。你干嘛？像你要干嘛？刚回来这好像很精彩，我很抱歉，就是吓到刚来的人。看是同校女同学，哦，真假的？真假？模拟考全国排第三强，虽然她不管设多少前提，都不是女孩权力很强的类型。你能干嘛？我怎么知道你能干嘛？刚回来这也精彩。连续十年危机，是清新帅气的秀才爱君，提供一些帮助。你要帮助什么？
你你 Hello， 突然难怪现在还没有请过我吃饭。毕竟我刚入场，他就像无头苍蝇一样，什么意思？你要帮忙介绍是不是？你会介绍介绍介绍，让人家就去推别人，我觉得很有可能会这样。难过，你在二十二岁喜欢上我的是吗？你二十二岁喜欢上我是这样吗？是这样吗？是这样吗？是吗？哦，是对吼，你现在刚毕业对不对？吗？是吗？是吗？是吗？身边有在推 TP 的朋友，所以还是想知道干嘛哦，好酷哦，很棒哎！那你是跟朋友一起来看的吗？你不会觉得三十岁吧？没有啊。久就不珍惜了啊！什么？我没有，好不好？你们不能这样讲话。我没有，我一直都很珍惜大家。不行，这个头不能拿出来。这头拿出来，像小朋友，像幼稚园的小孩，好像幼稚园的小孩哦！天啊，不行哎！天自己去第二天朋友才来，哦，今日限定 ，no， 很可爱，谢谢，但我还是不会绑他，这个头真的是，像个小孩子。但我觉得我自己那几天公园都很像小孩子，看起来，但就是看起来比较成熟了。棒啦！不要，第一次看你们写那么详细，很厉害耶，我也觉得超级厉害。心动年轻五岁，没有，现在的妹妹们都比我看起来还要成熟，像那个曼玲。曼玲真的非常的漂亮，是不是可以绑？就是卖幼稚园衣服吧，上面写过人朋友推01的哦。你说谁老？我没有说曼玲老啊，我只是说曼玲肯定很成熟，她的脸真的很漂亮，她是我很喜欢的脸。我如果是男生，我就很喜欢她。没有，我是女生，我也很喜欢她。哦，这个头之前绑过。好像史瑞克欸，因为感觉不太不喜欢忘记老了，记忆不好，没有老，因为自己都选高高。曼宁你也是很喜欢的脸，真的、哦、男生应该会喜欢那种脸吧。适合当主播哈，他的脸适合当 model 吧，他的脸不适合当主播好不好，他的脸就是 model 明星的脸，对吧？你兼职很多，你可以不要再搭讪了，笑笑。你会吓跑人家，他说话很好听。你吓跑人家，我怎么办？我这边原本要可能要增加一的小周，就会噔噔，然后就没了。其实男生的口味和女生真的很不一样，那女生很不一样，会吗？那你的脸，大家都还蛮吃的吧？像我就蛮吃的，我觉得时间过得非常的快、欸，就是你知道，我总觉得上次的生日会抽选还是不久前的事情，然后突然间又要生日会，我就觉得啊，天哪，时间非常的，其实蛮可怕的，好快哦。叫 Millet 真的、哦、抽选还是上次，我记得上次抽选是我跟绵绵，对，那时候我在干嘛，我好像没有在干嘛、欸、恭喜二十，
20。哦哦，是因为接近年底了，然后又要度过一年了。然后度过一年之后呢，我就发现我要21岁了。然后21岁之后，我就发现我22，然后23、24、25。好，我要干嘛？我们先就入坑快一年了吗？真假的，快一年了。一直进来就好，越快越来越快，不用你18吗？但我今年有强烈预感会被抽上台，真假的？现在南瓜农村生小鸡蹦蹦，到30以前都还行，30岁以后，我30的时候你们可能就，我现在20，你们若30几的话，你们就40哎、欸，干嘛？谢谢哈利送的红玫瑰。我觉得工作3年，完了我以后要干嘛？继续当偶像？你柚子也是强烈预感会抽到。你每个都留言，天哪，不敢想象，不用想我们的年纪。哦天哪，时间过好快。我都想说，如果我40岁在当偶像的时候，如果你们可能什么60岁之类的，不会那时候你们可能就已经退坑了。还好差不多年纪，我觉得没有变40。没错，我们现在都还是年轻人。那时候我都博毕了嘛，你要念博士哦。那30的话大概是台湾博母之类的，不一定。我不想40。尊重呢？你30的时候差不多15吧？真假？40岁还在当偶像，我不一定还活着，身体很差是不是？哇，还可以。不会退坑，敢说哦。有猫就给赞 ，Hello。5点、7点要直播的话，感觉也要出门啦。哎呀，天哪！谢谢阿雄送啾啾你，我早点出发吧，我也这么觉得。B92128333453，太夸张了吧？哎，那你可以转让位置给其他就是没有买到票的人，不然就是没有抽位置的人。刚刚不是有人那个吗？没有抽到座位星吗？你可以分给他们，但是抽上台的就是你这样子 ，AKA 废料，笑疯。还有刚刚那个谁 AD 吗？有个叫 AD 的人，你就是这么自私。没有啊，可是你一个人只有你只有一个屁顶，只有一个位置啊，你就可以把位置给其他的人，悲惨废料，笑死。你知道位置转让抽奖不转让？当然要啊！就是你知道，你就是借位置给他看好看的，但是你抽上台那个是你的权利啊！你就是这样子，你是17。如果我那个莫名其妙有的被抽在前面就给废掉了，你是谁要来看呢、啊？哎、欸，你是谁？什么意思？你是两个朋友 ，Kevin 都换一次位置，你知道会影响到其他人的观赏权益。还要写信，不用吧？你就是现场那个、啊，就说哦，我有那个什么位置可以给你坐的。你是阿修，哦，我爸回来了，回台湾了，回台湾了。我的吊饰回来了，我的吊饰。你是毛鲁迪跟阿德，哦，哦，我知道鲁迪，但我不知道阿德。现场不行，要先写信的样子。嗯、啊，他的问题是入场，不是位置。哦，哦，因为确实吊饰坏。对，我还帮那个哎、欸、张法法买那个离子夹。昨天甚至是我爸没有去玩，好吧，他去工作。我会再给他给你他的基本资料。行啊，什么啦？噔噔噔！
就是我帮张爸爸买那个离子夹，结果买一买回来好像不知道价格会多少，我妹说还要算车钱，但我又觉得算人家车钱，我就觉得天哪，这样会不好意思。你们如果帮人家代购会算车钱吗？我又觉得好像是前面如果跟他收车钱，又觉得啊，然后不太好意思啊，这种感觉。可是因为不会算，不会算，对，因为我觉得算得很尴尬，就只会算那个看交情。完了，我这刘海真的，感觉怪怪，因为他自己也是刚好过去玩之类的。哦。没有，因为昨天的情况是这样子，我请我妹跟我爸帮忙买这样子，然后呢，他们两个人都忘记，回到家之后他们又再出门买。不知道你记得阿德就是那个我手回来拍你，但镜头没盖没拿的哦。你说我笑的那个人啊，镜头盖没拿，买回来，但是答应就是。就是一个很不顺路的状况去帮人家买，不知道。阿德是我认识的阿德吗？我不认识，我不知道长怎样。他跑来跟我告状，笑死！不是、啊，他真的好笑啊，镜头盖没拿。太好笑了，我只看到他镜头盖没，然后想说提醒他一下。我很常也提醒我们姐姐说镜头盖没啦。哎呀，也给我为了防止万一而外的被安全的坚持，破釜沉舟，拼命用功。千帆，他实际上在我右边的右边。你笑他两次，第二次哦，真的、哦。野口这个 ，Hello， 14、15，右边的右边，是真的没有什么影响，衣服就没有换好。你说我的衣服吗？我的上衣吗？还是等一下换一下，要换什么？有点小懒惰，只是个抽选。穿得这么漂亮，要做什么？那、我的眼袋，不是我的眼袋，我的浮粉好像很严重哎。你们看到吗？你们看不到。我把美肌关掉，你们看。这是一个浮粉非常严重的状况。这是不是看不出来？磨皮，直接打磨皮，很赞啊！穿这个圣诞，那我等下换新款好了，新款圣诞 T， 因为我现在穿的是旧款，这镜头还好，行啊。然后顺便去签那个。那个叫做什么？就是那个入场的那个。那他会穿白羊装吧？我强烈预感，强烈预感。他等下就穿得很漂亮，我觉得穿得很随便。新款我真的会穿得到吗？你们穿不到吧？拼命嗨小易，拼命用功积分。偷偷的把他的心确认，噔噔噔噔噔噔噔，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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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再喷一下。
这边要遮吗？算了，只是个直播。我刚刚做的这么用心，然后一直在那边讲说只是个直播，不知道在瞎忙什么。谢谢浩一送的小号角，谢谢阳光送爱心气球。今天可以素颜，不用拍特效。我穿小水化洋装去，你要买会员，忘了你要进公司，你要买会员，认真。专门直播就够了。所以你们刚刚买东西不送新北，我头好痛。不送新北，只送台北，是不是？所以环线是不送啊？是什么概念？只送台北。你要买到我签到为止。北北基就不送新北。北北基不就是有新北吗？送吧。北北基不就是台北跟新北跟基隆吗？还是我不在，有这回事哦？你怎么点新北就是不送？北送，金价北送，北北就是双北啊 ？Why？Why？Tell me why and nothing but hard. Tell me why. 你的转运仓在新北，他不送。转运仓，你要寄到香港是不是？基桃，基隆桃园。官网居然没有一个免标的，不管多少一百运费，真假啦？真假？我不是多久没点进官网，我是 记得点进去官网很卡，然后就是没有很想要，对，就是有点，以前不是挺顺的吗？现在卡成这样子，我怎么用呢？我怎么用呢？就会得到会员，你朋友家他在新北可以收，现在卡到不行，哇，真的是 AK48TV 粉丝俱乐部。入会小卡，好啦，我有看到，我帮你签，好不好？会员福利有我的照片吗？没有，看起来是没有。年费600，以前不是300吗？以前300，现在年费只有加上面结价没扣回来。恩点官网上看什么？没有，我看那个会员啊，那个字的名字没救。两个字的名字，两个字的名字都会被先签走。以前不是300吗？以前不是续费300，还是没有没有这件事？哦，入会费是吧？这种会长怎样？你记得很久以前那件是300加600哦，真的、哦。完了，是我太没有关注了哦。我要点旁边三个点点，他一直不让我点欸，是什么意思啊？卡成这样？他是换了同另一间吗？看一下照片。嗯嗯，我成员第一眼我会先看到累积，然后再看武器会，然后张少彤，然后往下滑，然后看到紫萱，然后看到我。嗯，300是土签价格啊，难怪你成为已经决定成为小周了嘛。是这样吗？南瓜等一下说我要去推面面，我要去推累计，300是土签价格，是这样吗？第五个还行吧，没有没有，我是往下看，300除了土签还有会员制卡哦，哦，
有关变酱油，你就是在编人，你这我在编谁呢？他可能现在还不在这里呢。没有啦，我没有在编人。你下课了？谁？南瓜农场，南瓜姐，说出来。现在事情很热门，很多粉都去那里，没关系啊，都这样啊。我一点都没有，我没有不介意，我没有不介意，没关系，没关系 ，It's OK。毕竟四期是未来的后盾嘛，对不对？大家还要记得有我这个人存在就好了，我就会很感谢了。可怜，你才可怜欸，听起来一点都不 OK， 都这样啊，行啊，我很好。难道不见女粉会很介意吗？没有啊，我都介意啊。来，刚刚只是讲直播卷头发喷定型。什么东西？然后你看得很开心吗？他脸上不是显示不见，是你还说起孩子之外，你又没说我在哭，没有不介意，只是去那里。好啊，是哦。你知道光我现在看到我的那个上面的那个中长榜，然后我就看到两个娜娜在上面，我想什么意思？什么意思？这谁啦？夜空 sky， 夜空 sky， 我就看你拿着娜娜的牌子。什么意思？什么意思？谁啊？又忘记还回来了，真失礼。有看到？不是啊，你那个拿着娜娜，然后拿着白色，是白色跟粉色吗？还是什么？拿着粉红色跟紫色，还是什么玉米棒那种？然后穿着面面 T， 然后我就没有看到我。非常抱歉，没关系。三合一，那前粉跟前子，人家寿星，你还是有看到有人算臭脸，算你脸臭，你也知道你脸臭啊，你脸很臭哎、欸。都不敢看，吓疯了。我观察力很强啊。紫白的四期是谁？紫白的四期哦，啊，不用啊。刚刚看我好像有点不悦，我没有不悦啊。洗妆间的时候千纸鹤，紫白是不是找你？是吗？真假？那他就是他回来还要准备要换了。我跟伊耶说，那个可以换一下姻缘色吗？早年有祝我生日快乐耶，他有传讯跟我讲，他说什么？他说前辈生日快乐。你在问我？我不知道啊。因为是一直撞前辈的权威，前辈等一下要去那个。直播了，真的？对啊，现在好像有人浪头已经换成那本，不是本来会来这里的粉，什么东西？前面我都靠你了，这个我没办法帮你，因为这个真是运气问题，只是你们平常应得做的够不够？就是应得做够才能就是被抽到前面的、啊。今天是不是快让你回可以换姻缘色吗？好啊，我下次就找了。我明年生日算了，明年他回来的时候我就跟他讲，恭喜你考完了，你的姻缘色是紫白吗？你可能要换一下哦。还好你超级专专什么？你知道我推场根本没抽过前排吗？真的、哦，前辈威压，那必须。
没有，我根本不是这种人，我根本不敢讲，好不好？我是社恐人，我很懦弱的，请四七不要欺负我，拜托。你是该气推我，你气推我就坐到前面，是不是？你几号啊？你知道我每连续三个月 B 排没 A 排，哦，我看得出来你坐在 B 排很多次，就是哎，然后还有侧排，喂，这么好。Tell me why, and nothing but it hard. 好懒得出门。女生比较穿 B C， 你很喜欢女性席？哎、欸，我也喜欢女性席。女性席的座位很棒。爱着你的我被暗看，超害羞、欸。你要确定我在看你，不是看你前面的席多吗？你要确定哎、欸，看你这次看一下我这么继续，但是爱人我是爱人啊。我每场也没 A B 牌可怜，所以没有推那几都会在前面，是哦，今天说过了。然后我后面都不想上班吗？当然有自信你在看我，我是谁的爱人？我是谁的爱人呢？羡慕喜多姐姐给你看，我有看你好不好？只有看你的时候你在看别人啊！谢谢茶送的真情告白。安爸的爱人，我的爱人呀！噔噔噔噔噔噔噔，但我第二天我要真的跟你说声 sorry， 我到了见送的时候才看到你，我很抱歉，我对不起，我还是不要说出来好了，但我已经说出来了怎么办？但喜多我第一天我看着你可以吗？不是讲错人是吗？我第一天我第二天第一天又看着你，叫错人，你到见送才发现我，所以你一定没看我。对啊，反正你也没在看我。雷军 ，Hello， 第一天实在离我太远。对啊，我那个这个的位置非常的后面。我以前在第一排呢，我第一天第一排我要转哪里都不是问题。我现在在最后一排，什么意思？什么意思？没关系，我很喜欢这个位置。要这样讲，安慰自己，我很喜欢这个位置。你第一天好远，真的、哦，你不是第一天很远。我看你两天都看着你，真的、哦，好像有吧？我第一天也没看到你吧？你第一天根本不在，好不好？哼，你呢？我有看你啊。你都坐得很边欸，就是刚好那个位置会直接彻底挡住的那种部分。然后后面那个位置中间那个方便，其实我的位置其实偏右边比较多吧，都是这样讲吗？是吗？有什么讲呢？因为喜欢，所以追跟结果无关。你今天位置不错欸，但你是不是给四吗？第二天一定会比右手放下边左边的左边，比你左边哦，对啊，呵呵呵呵。你说那个喊超卖员是不想上班吗？对啊，你现在才发现吗？我怎么知道？因为我是神通广大的作家呢，我什么事都知道。其实我觉得三创要坐后面才看到，因为三创的舞台是高的。我不
想要看这个讯息啦。哎呀，没有，就是没有很久没有高层的人联络。等一下，那删掉，不行不行，不是不是，是依林的事情。等一下。等一下，还有自认是高层，不是不是工作，听起来就不是，你知道吗？等一下啦，账号隐私设定，等一下哦。好友，嗯，要怎么用啊？嗯，那 ID。回复没有问题。还是黄义林又什么事？没有什么兴奋声音，没有，这不是我，我调式不见，没有啦。 IG 要改名吗？我不想要，没有，我不喜欢面对这种事情。谢谢哈吉送的行李箱，即将搬走，换新的住所。没有，没有抢。一品姓黄吗？不是一品，不是姓一吗？还有姓黄吗？好啦，我不知道。好，就这样，应该不是什么重要事。没有严重，只是我自己，只是我表现得很严重，但根本就不是什么重要的事情，因为根本没有讲什么，你知道吗？很好笑。会叫他黄一平，为什么？因为他很黄吗？是这样吗？是吗？哦，行啊，我来念榜了。第十名是茶，谢茶。第九名是钟莹，谢钟莹。第八名是夜空 sky， 谢夜空 sky。第七名是冰彻玄，谢冰彻玄。第六名是浩逸，谢浩逸。第五名是欧比王，谢欧比王。第四名是黑杰克，谢黑杰克。第三名是韩吉，谢韩吉。韩吉你的过分哦，你的 emoji 什么意思？第二名是吉米粥，谢吉米粥。第一名是阿雄，谢阿雄。感谢你是太晚来了，对，因为我要关播了。也还没，黑猫还不少。不是啊，我先来的哎、欸，我先来的哎、欸。等等见，等等见，拜拜，再见各位。等等，抽那个位置键，韩吉你完蛋，你等下会走在后面，拜拜，拜拜。